微型黑洞如果关于引力的激进的新理论摩内宇宙正确的话，那我们的太阳系中就分布着上千个微型黑洞，每一个黑洞的大小和原子核相仿，波德明野兽。几十年来，有许多目击报告称在康沃尔郡生活着一只巨型猫。科学家声称这片区域缺少食物，野生猫科动物是不可能在此生活的，但政府调查称不排除此独居动物的存在。1995年，一个男孩在弗伊河附近发现了一只巨型猫的头盖骨，巨型的牙齿表面，这可能是一只豹子。自然历史博物馆分析确定是一只豹子，但目前仍不清楚它是如何到偏远荒野生存的。尼斯湖水怪为世人所熟知，然而从它发现至今已有1400年，我们仍然没有解决这个谜。公元6世纪，圣哥伦布据说拯救了一个被水怪攻击的男子，但直到1933年，这怪兽才被命名为尼斯湖水怪。开膛手杰克，1988年秋季，五个妓女在伦敦东区被残忍的杀害，这些不幸的受害者在白教堂被残忍的肢解，震惊了整个英国。这次谋杀引发了全国性的恐慌，尽管警方动用一切力量寻找凶手，但凶手似乎仍逍遥法外。对于凶手身份的认定有几百种说法，鉴于对尸体精准的肢解，一些人相信凶手是医生或者屠夫。注：以上图片来自于网络。